我今天演出大概是到这边了，然后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到大的纸上看一下，因为我的 IG 有在那边。好的。可以扫一下之类的，对，好。然后大家再宣传一下，我七月七号的演奏会就在花生客厅，也欢迎大家来欣赏我其他四位朋友的演出，谢谢。谢谢宋继佑带来的演出。那等一下呢，他也会在大正十三光和室有他的个人小舞台吗？